我回来了，学校好不好？你为什么很伤心？因为我今天……哈哈，去！我不要这里。哎呀，更强！这是我最喜欢的苹果。你为什么给我这个苹果？这个苹果很稀少。你不要给苹果。好了，看，这是很老的苹果。你追着我给这个苹果给丹娜，我的妈妈给我，她说我不要给苹果。如果你的妈妈说你不要给苹果，你应该不给 Dan。 哎呀，这就我要给 Dan 这个苹果，因为他会觉得我很酷。你要这个苹果吗？啊？这是很老的苹果。你太努力了。你应该吃这个苹果。不要。你会帮我吗？帮你做什么？为什么我去和帮你？你好，你有这个苹果吗？你很高，我觉得你很苦。你要吃这个苹果吗？还好。朋友，为什么你很苦？对不起。你是我的最好朋友。